请收看《卫星世界》《卫星论坛》。原来的校长室的格局放在哪里啊？放在就是湖边，湖边那边当了一个会议桌，校长帮我坐伫遮，啊，会议桌摆伫遮，吼，啊伫遮，啊进门来伫遮，啊大家他妈开主管汇报，就伫遐开，啊这边个客客啊，哦，啊这个地方换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校长在学校里面的一个涉及到一个学校风格的领导。啊，包括你的思维，包括你的思维。啊，你的思维这边的话呢，你怎么虎边就高起来？啊，虎边高起来的话，哎，这台嘛无听话，内底就是拢你讲你的，我做我的，拢是安尼。啊，搞的就是，几乎来讲，我们整个学校里面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好好的老师甲校长就是大概他们咧答袂下，哦，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记得话就是。以这个格局就先拿掉，甲提掉。啊，咱的这个校长室的边啊，这个挂用的，迄个木柜吼，挂用管个，啊管个，我包个。这样弄来以后，学校的老师呢，总显然就看着好像说，对于校长也比较尊重。啊，就是那要好的代志吼，要讲，伊都拢较会听，啊较会听话。啊，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曾经在校务会议当中跟校长大概对答对骂的话四个小时。这校长会议哦，啊没有，这是校务会议哦，四点钟呢，四点钟。那么那个时候又有一个以前的省督学又在场，跳高妹妹，哦，你姓多我知啊，啊他妈光四点钟，看多严重。这一个老师，我现在讲的是这位老师。这位老师，我们这么改了以后，他后来就是经常呢，就跑到校长室来跟我聊天，跟我谈。尤其他呢是强调本土的，哦，会弹啊，哦啊，唱歌，还有这种这个练佛的，哦，他都样样都很好。哦，来的话啊，提会弹啊，对吧？伊都啊无去，提啊我也闲啊，我听。我讲啊，这个老师改变了这么多，所以一个主管的格局，如果是你如华，你对于这个单位的整个的一个领导，或者你的所作所为，一定会非常符合老师的需要，非常符合大家的需要。那么我想，关于关于事情，我这边不再多谈，因为这个。多少都已经大家列为知道，我是把这三个不同的典型的案例哦，跟我们的风水的影响，事务所开示的对教育的成败影响的相当大。那么这个案例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也是个人的实验，等于说风水学对于教育的影响如何？我就是实验品，我就是实验品，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得到的一个结果，啊，这个结果就慢慢听我给蒙，展现在我们当今的现况底下，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事隔已经呢二三十年了，那就来讲，都还是这样的。那么。后来我想在光荣这边，后来那个所以改变的原因，主要原因在这里，
这个地方可能，如果说教育界的人或者是所长知道的话，要特别注意。你这边一定吼，唔当爱个提个价，唔当对唔当。啊，你这边佫创个会议室来吼，你都没完没了。那么，因为有时候是校长异动，有一些人来，他自己会擅作主张方便。包括我想去年到新北市去学校，推广儿童协议经验，跑了很多的小学，他们那边经常都是在叠好定位这座位，这个花瓶这样哦，拢摆个会议桌，就是会议桌。啊，他们说会议都没有地方，一定要这边，所以你干活都该放来这边个，拢来一个。就是这样的而已，小小的动作，小小的现象，会改变你在这个学校整个的运转的一个效果，这个是相当的重要。那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跟各位来分享说，在国中校长25年的当中，去两间学校，一间是无学，一间风水，造成的学业跟行为的落差，啊，这个就是一个，啊，第二个是自己盖的，已经开始懂得感恩安利法师的引荐，请师傅来帮忙规划，啊，这个今嘛会较好，吼，今嘛会较好，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光明国中，啊，这学生是10班的哦，无一年10班拢30班，啊，我问讲啊考了学生啦。我那考一中、二中，我考要到20个，哇，我真的还不错，都再来讲比例相当好。啊，学生呢非常乖，足认真，已经拍拼，对外都表现很好，啊，这嘛有目共睹。伫个真偏远的这个革命啊吼，革命的大遐光荣国中，再来这个就是光荣国中改变，然后人家又移来以后。以来以后呢，造成现在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的这个接任的校长，他非常的在意，又来请意，特别跑到我家，啊去请我讲，这更好，啊是安那，较早都你伫遐较好，啊即摆那变来变，那个变做遐个人选都袂调，啊我来讲给你好听，吼，啊你等于家己要好好处理，吼，啊只要你有心，你所有的心大家都认真，当校长。大家都认真的办事，这个绝对不会有问题。问题是你认真嘛不好，环境造成你，你嘛无能为力啊。所以风水相当重要。刚才我们这边论述的就是易经、风水、宗教啊。其实我今天就把这个典型，我在这边的教育的实验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来跟各位来分享。也非常感恩师父，让我们这个机会，也感恩师父，让我们这个教育在我们的儒法的风水当中，能让未来台湾的教育能够蓬勃发展。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混元禅，各位神师阿弥陀佛，我们严嵩哈，当这法师哈，林校长一下。把他的25年的经验一下子就传授给大家，大家收到了没有？有。我们一定要晓得好好的学习。我们师父这么用心那些，毫不保留的把老子书生所传的心法，当做能够学好。所以我们严嵩法师最重要的是。利用我们的易经风水，怎样把沙漠变成为绿洲？是不是安尼？把不可能原来就当做不好的学生，包括原来那个校地不好的，怎样变成绿洲，能够造就那么好的学生来服务社会？所以接着一方面就是我们当做秘书长、理事长哈，严毅法师也有无量的功德。慧眼智英雄，能够当做引进当做我们校长那些来我们中文，把这个易经风水应用在真正的教育上，所以我们这个已经大家可以了解到，易经风水等个对我们社会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工厂，它的影响，
哦，所以当时我们大家把他们五位当做法师哈、哦，他们的当做验证哦，正道方面当做记住，好好的运用哦，当做这是当做今天非常难得能够听这五位的法师哈、哦，他们几十年的经验哦啊，有当做把他们的这个分享给我们哦，最重要能够把我们师父老祖师尊所传的妙法，能够好好的当做学好，利益众生啊，当做尤其我们当做和平促进会最重要，也就是我们老祖师尊，也是我们师父，上文下人禅师当做要当做圆的大愿，就是世界和平。哦啊，今年当做我们中老师哦，也接到玉皇大帝做谕旨，就是要怎么化解世界的饥饿与贫穷的战争。这个信息已经出来，上个礼拜联合国已经通知世界，正式宣布，现在今年一定要非常小心注意如何把食物这个能够。不要缺乏，现在已经开始出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晓得，非洲的猪瘟就影响到我们世界多大。上一次十几年前，我们台湾的口蹄疫一下子，那个口蹄疫没有做可怕，可以治疗。但是上一次那个口蹄疫，我们台湾就损失了3000多亿。假如这个进来的话，不得了，大家拢无低保好食。韩国鱼尾骨食，当做肉肉饭无当食。哦，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不是干人家哦。上个礼拜，越南已经又发生这个非洲猪瘟，哦，已经又发生了。哦，所以我们当做要大家一些，师父叫我们一定，老祖师尊今年圣诞的时候要念《天德经》。1500万部、哦、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当做粉丝念的圆满，能够增加哦，当做更好哦。这也是圆理法师哈、哦，当做在现在领导我们这个和平促进会哦，都希望能够当做促进早日哦，当做世界能够真和平做圆满。师父跟当作老祖师尊的这个大愿。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阿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阿多顿，阿多顿去，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也是我们大家的本愿哦，当作今天非常难得，我们也是感恩五位法师哦，他们当作非常宝贵的当作正道啊。现在我们就请我们当作理事长圆理法师来跟大家开示，我们热烈的鼓掌哦，欢迎看。我们圆通禅师。圆松禅师，圆心还有圆生，
啊，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五位法师确实都非常优秀，啊，讲得非常好，啊，尤其我们啊，从台北来的啊，这位星象大师，哎，哦，讲的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很感恩，很感恩，谢谢，谢谢。哎，师父要求促进会来办这个活动，啊，确实有他的道理。啊，每次我这些工作同仁都跟我讲，法师都没有空呢，法师说他们有很多事情呢，都不来。我说没有关系，一直请，给我一直请，啊，就好了。啊，因为这些法师确实大家都非常忙，啊，但是。你看今天所讲的非常精彩，每一位讲的都非常好，啊，我们非常感恩。我们那个原生讲师，哎，原生法师，哎，他还有一个他没有讲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他们学校办红，这易经风水学的红法，结果哎，有老师哦不支持，不支持，认为说这个不重要。我们这位校长有病了了，昨下咧开会讲讲，安尼，恁若再无支持吼，我校长要死掉啊，我不爱做啊。哎呦，你看有厉害哦，这种校长有这种魄力呢。风水学办得不好，老师没有支持，他敢当场讲说我不做了。哇，大事大条啊了，过阵间我去看哦，他的校长是送了。满满的花都是老师送的，其中李老师送的卡片哦，那胭脂哦，金个隆重死了，胭脂呀，哦，哎，表示一方面他正派，才有敢李老师在那个送的花篮那个卡片中，亲嘴那个接吻的那个满满都是好几张，哦，我去就看得很高兴说。你这个校长做人做料实在有成功啦！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祝各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圆满，请大家起立。